金金的乐器，这是长笛。好，长笛是我们这五个乐器当中最高音的乐器哦。然后它的声音非常的清脆明亮，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虎克船长和海盗史密设下了陷阱，把所有的孩子们都抓了起来，还命令他们成为海盗。只要是不服从的孩子，都会被一一除掉。随着危险逼近，这段音乐会越来越可怕哦。